澳洲，一个拥有何许阳光以及独特人文风景的美丽大陆，近年来成为华人打工以及背包客趋之若鹜的度假天堂。可是文化的隔阂加上语言的障碍，让这些新住民常常在适应上备受煎熬。但蔡坤柱和许素密牧师夫妇不只把自己的家免费提供给这些学生寄住，更用满满的爱让异乡游子们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脸上经常挂着温暖笑容的蔡坤柱与许素密，背后却同样有个破碎的童年。和家人的分离也让他们活在不被爱的恐惧里。这些不同的成长际遇都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疤。你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澳洲其实在拉丁文的意思呢是未知的南方大陆，那么最近就变成了华人打工啦，或是背包客趋之若鹜的地方。当然，慢慢也变成很多中介人所觊觎的赚钱的管道，然后慢慢开始产生了一些纠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愿意打开自己温暖的家门，然后迎接这些身处异乡的旅客，甚至可能有些是受骗上当的旅客来到他们的家，有一个落脚之处，甚至还提供一个温暖的心灵管道呢？我们要来听听许素密的故事。欢迎你，素密。金玉你好。哎，到澳洲去哎，哦，可是你本来在台湾，听说老家还是大地主哦。那爸爸妈妈怎么认识的？我的妈妈从小其实是童养媳这样子，我爸妈是因为这样认识的，所以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是，那这样的感情基础稳定吗？因为我的爸爸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我奶奶爷爷很宠爱他，所以基本上我的爸爸在家里面哈备受宠爱，那。应该也是说比较缺乏爱心吧，所以一直也看不上我妈妈。哦，会觉得好像身份地位是不同的，这中间是没有爱情，没有爱情。你的印象当中，爸爸妈妈后来是怎么样渐行渐远？因为我爸爸可能跟我妈妈结婚没多久，他就开始外遇，那没有感情基础又外遇嘛，那生下了我姐姐跟我，那我爸爸就没回家了。还有那感情，当然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这时候也就破裂了。那妈妈后来呢？妈妈后来呢？也因为我爸爸因为外遇嘛，外遇以后那个女孩子是未成年，所以呢，就告我爸爸，所以后来我爸爸进了监牢。我也不是很确切的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在这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我的妈妈也就离开了我们了。那你们谁照顾啊？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我跟姐姐两个人就是在家里，基本上是没人照顾没人养。我奶奶只能趁着我的伯父他们午休休息或是不在家的时候，赶快从家里煮了一点粥，一点也不能说稀饭，就是稀饭上面的一些米汤，这样子偷偷的拿过来给我们吃。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奶奶形容给我听哦，她就说听到我们饿到两个姐妹在那里哭，她实在很心酸受不了。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的奶奶就跟我的爷爷，他们之前是跟着伯父伯母他们一起吃的嘛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我爷爷奶奶就是他们自立门户，然后把我跟姐姐接过去。那妈妈，后来你还有见过她吗？她有回来看你们吗？妈妈在跟我爸爸离婚之后，我的印象里面是有一次我在路上走，我的奶奶告诉我说去叫妈妈，远远的可能至少有100公尺左右就看到我的妈妈，去叫妈妈。我很高兴的要跑过去叫我的妈妈，后来跑到我妈妈的前面呢，我就跟她擦身而过，我不敢叫她。那也是从其实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可能才4-5岁。那她的反应呢？我妈妈有点错愕，那后来也就走过去跟我的奶奶聊天哈。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好像没有真正的去叫过妈妈。所以你跟她的那个擦身而过，让你突然觉得有一种距离跟陌生感。是。那爸爸后来出狱以后有照顾你们吗？没有，爸爸出狱以后，他也没有回家。基本上他在外面，他有工作，但是他赚的钱就自己花费，
那不够的还会回家跟奶奶要。你会不会很羡慕别人家里面有爸爸有妈妈？有，我很羡慕。我记得小时候只要过年过节，我会跑到隔壁的伯父伯母他们家，从窗户外面就会偷偷的去看他们全家在那里吃饭的那个样子，我好羡慕。你们家因为毕竟是地主的关系，所以在地方上也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爸爸如果入了监牢，妈妈又跑掉了，应该是一件大事，对不对？是是是。所以你们在学校里面会不会被另眼看待？基本上在学校里面我从来也不谈这样的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谈啊，孩子也很单纯，也不明白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件事。但是特别是有一位同学，他在我的童年成长过程应该是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那里。怎么重要呢？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家里，然后我该念小学的年纪没有去念，那是你邻居很多的人告诉我的奶奶说该念小学年纪该让我去念书了，所以我念小学不晓得慢了多久才去念，我也不太清楚。报到的第一天老师就要跟全班同学介绍嘛，说哎，这是我们的新同学，叫什么名字。这个老师还没开口讲话，这个同学刚好跟我是同一班，然后呢他就跑到老师的前面跟着同班同学讲，他说老师我告诉你，许淑敏是没有妈妈的孩子。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没有妈妈的孩子原来是那么羞耻的一件事，原来会让人家这样子来对待我。那到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母亲节的前几天，这个同学在一个礼拜三中午我们放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学礼拜三下午是不用上课的，学校钟声铃响了，我们要去排路队回家，这个同学突然间半路把我拦截住，他就抓着我的手，他就说你不能走。我就说要排路队了，他说你不能走，你要走你必须听我唱完一首歌你才能走。然后呢他就唱了，他就唱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我就好像有点明白他可能又有什么恶作剧了。他说下一段你有没有听过，我就摇头说我没听过。他说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下一段就是说没有妈的孩子像一根草，你就是那个没有人要的草，因为你没有妈妈。我突然间好像听到雷轰一样，我真的是听到雷轰，轰一声我就呆住了。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走路回家的，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就一直哭，我的奶奶就问我为什么哭，她说有人欺负你吗，还是身体不舒服吗？我就讲不出话来，我大概哭了一个小时。我的奶奶很生气了，她说你再不讲我就打你了。她去拿棍子正举手要打我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讲了一句话，我就说阿嬷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奶奶本来要打我，她那只手举在半空中，她就垂下来，我坐在地上哭。我的印象里面我奶奶就跟着我一起就跌坐在地上，就我奶奶也哭了。那天我们两个不晓得哭了多久，但是从那一天以后我的嘴巴真正的讲不出妈妈两个字，听到妈妈听到母亲我都会感觉到好像听到雷轰一样。你们是两姐妹嘛，对不对？是，应该慢慢开始大了，所以也有自己的梦想啊，或是说也知道说你们自己的处境了。那又碰到青少年期的时候，你们通常是怎么样来做反应啊？我的姐姐面对这种家庭关系，我的姐姐是选择不饶恕，她就是恨气这样。是是。那我呢，我只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突破我的现况，我不可以活在别人对我的一个看法里面。所以我从小其实是蛮努力的，蛮认真的。这样会不会很压抑啊？很压抑。所以我的情绪基本上在未认识主之前我是很压抑的。从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学三年级，那时候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大概讲不出妈妈这两个字。同时在那一天之后我不再哭。你有曾经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有。有啊。在大概什么时候？因为可能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嘛比较早熟。我一直在想那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在小学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在问这个问题。那有一天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就刚好有一个宋能尔牧师布道集，然后那个电视节目的前后都有诗歌，基本上这个牧师讲什么完全听不懂，但我只知道说这个诗歌哈，这个布道集前面的诗歌，他一放出来我就开始哭，我知道那个哭跟我受伤受委屈啊，被同学取笑的那个眼泪是不一样的，那个哭对我来讲是有一种安慰，有一种感动。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爱是不是我奶奶这样子的一个爱，是超越我奶奶的那样子的爱，是能够让我感动的，我奶奶给我的爱，但是我还是要压抑，但是这个诗歌带给我的那种爱跟安慰是我不用压抑的。后来爷爷过世之后，爸爸有比较常回来照顾你们吗？他真正回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这当中当然他偶尔会回来，但是他回来呢，有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回来是跟奶奶要钱，因为在外面的钱花光了，所以回来跟奶奶要钱。你会从他身上感受到至少有那么一些父爱吗？完全的没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爸爸没有办法给我爱，基本上我爸爸还是有给我姐姐表现出他爱他的那个部分，就比如说他有时候回来还是会给他一点零用钱，有时候回来啊还是会笑着对他说话，说啊爸爸跟你说怎么样。但是我爸爸好像从我有印象他就很恨我，我从来不明白原因，但是有人告诉我是可能是因为我长得跟我妈妈像，所以因为我爸爸恨我妈妈，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恨我。我记得小时候我跌倒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堂姐妹堂兄弟他们在地上跌倒了，我伯父伯母总是会过去，哎，赶快起来，哪边痛了不要哭等等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我爸爸回来了，我刚好跌倒，我好开心哦，我想说我总算可能有爸爸要安慰我了，就我跌倒我就学我堂姐他们就趴在地上不起来，结果呢竟然我爸爸不是像我伯父伯母他们一样的反应，我爸爸是在那里就直接的骂我，跌倒了不起来活该，跌死了就算了。所以你后来在这些很苦难的环境当中立志向上，你其实也考到还蛮不错的学校嘛。是是是。然后后来你就到了马街去实习，算是可以展开自己的人生了。是是。那时候听说很多人追求，对对，从小到大是有一些爱慕者。你会对自己的爱情对自己有一个新的家庭有期望吗？基本上我渴慕爱情，但是我不期待有家庭关系。你有过那种交往很长的男朋友？曾经有过。 也都真的要跟你定终身的？是是，但最终还是因为我不敢进入到家庭关系，我选择了逃婚。你是逃跑哦？是。那对方应该很错愕吧？很错愕，很挫折。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哈，对就是之前的这个男友的家庭也是充满了亏欠感。那我爸爸一进到病房里面看到我，我爸爸就把这个怒气就发泄在我的身上，就在那一天我爸爸就咒诅我说不得生育跟不得好死，不能进入到婚姻去，如果进入到婚姻里面也绝对是婚姻不幸福。我就知道我爸爸对我的仇恨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里面。我们走过去，然后他刚好拥有三个宝贝儿女围绕身边享受天伦，是从前的许素蜜无法想象的幸福画面。曾被父亲咒诅无法生育，无法拥有正常感情的他，即使遇到体贴又热爱他的蔡坤柱，只要一提到婚姻，仍充满着强烈的恐惧及排斥感，心中巨大的冰山依旧难以溶解。他的内心里面很没有温暖，很冰冷的一个外面看起来呈现出来给你的感觉，
啊，但是相处久了以后，你才才发现他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为他当时有很多的伤害，对，所以他的里面其实是不太会笑。他会说他比较害怕家庭，然后他觉得说他小时候可能不是非常的 happy 长大这样子。那对方一直就是很急着要结婚，那他反而怕了。在恋爱的过程是 OK 的，可是反而到最后的那一刻他是逃避了。妈妈一直是许素蜜长达20年无法叫出口的称谓，过去母亲转身离开的背影以及同学的嘲笑，让她心里似乎自动删除了这个角色，可是痛苦的伤疤却依然存在。直到一次神奇的聚会，当她终于踏出饶恕的第一步，妈妈这个称谓也开始渐渐走回她的生命中。我在为她祷告，然后祷告得很辛苦，都没有任何的果效，她还是在那很大的挣扎的里面。后来我就问她说，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父母？然后她就我不能饶恕他们，他就开始很挣扎很痛苦，他因为那是他生命当中的刺，也是他生命中的痛。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若不愿意放下你心中对你父母的仇恨，我说谁都帮不到你，我也没办法帮到你，我也很累了，我说我也很我说你必须要饶恕，你若不饶恕，我再怎么帮你祷告都没用，我怎么陪你都没用。就后来他就，我知道他在挣扎，可是后来他就很痛苦很挣扎的点点头。当他一点头的时候，那时候一帮他祷告，里面又一个东西就释放出去了。素蜜的童年真的是一路坎坷，但后来靠着他自己的努力，让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成就，然后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虽然他内心是层层封闭的，所以外面的人看他好像是个冰山美人，但没有想到他碰到了他生命当中的活火山。我们欢迎蔡坤柱来到我们的现场。坤柱哥，你也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哦。是，因为我是家中的大儿子，所以小时候我爸爸跟我爸妈妈的一些对我爸爸对我妈妈的伤害，还有爸爸负债啊，然后呢，债主要上门来，对一个大儿子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我记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一群债主啊讨上门来，好像那个流氓啊，然后拍我们家的那个。拍我们家那个铁门，然后喊着我爸爸的名字。当时我就有惧怕，那个惧怕是可能有一天他们拿那个武士刀啊，可能会杀了我妈妈，所以小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惊恐。可是我妈妈很坚强哦，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她非常的坚强，所以我对我的爸爸有很大的恨，我跟他是没有话可说啊，是，甚至不理他，瞪他。他有时候打我，然后我也瞪着他。我心中想说：“你打吧。”所以那个恨呢，累积的非常长的时间。尽管我小时候在教会当中，长大啊，有一些服事啊，然后呢，也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那个恨还是不能原谅他。你后来怎么认识素蜜的？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哦，学什么？学美术，学陶瓷。学陶瓷。你不是学护理的吗？但我有去跟他学陶瓷。我当牧师之前，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淡水开了两间，工作室。你们交往没有多久，听说你非常积极的想要把素蜜姐娶回家。你口头求婚就200次啊，正式求婚就5次哦。啊，对。哦，你真的很积极的人哎。不是，因为第一个那时候也是适婚年龄啊，又教会都是教导要以结婚为主要的。对对，也是啊。考虑嘛。你后来是不是他上班的时候，你还会为他煮东西吃啊什么那种？平常的体贴照顾是做足了，对不对？我不单单煮给他吃，我煮给他的同事吃。然后还更有趣的是，跟他们的同事讲说，
如果谁呢？我是私下，如果谁说服他嫁给我，我给他港泰八日游，招待港泰三日游，南港到泰山了。南港到泰山三天太足够了。你后来面对这些求婚，你的反应是什么？坦白讲，他跟我求婚的时候，我很享受别人那种非我不可的。的那种感情哈，我就越肯定到自己存在的那种价值。对对对。可是呢，当我想到说这个求婚背后就是要进入到一个家庭关系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恐慌、很害怕，甚至很厌烦的。所以我都告诉他，我们交往就好嘛，为什么要结婚？交往就好嘛，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你要提到婚姻，那么我们就分手。所以我常常提到要分手。哦，家庭对你是一个很恐怖的伤害的来源，对不对？是真的是。你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太好。从小身体就不好，可能因为从小就像我刚才说的哈，缺少营养，缺少照管，所以我从小到大常常有时候你也说不出来有什么很大的疾病，但是身体就一直是比较虚弱。到了要去护理学校，当时我们念四年，到第四年在有一次到花莲实习的三个月，因为没钱吃饭，我就饿到昏倒过好几次，后来就饿到胃出血，所以那时候就留下了很严重的胃病。你那个时候不只是自己身体有问题，奶奶的身体也出状况了。我奶奶身体出现状况是在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她就胃癌末期，84岁左右。在奶奶过世的这个期间，其实又发生了另外一个在你生命中很大的雷轰。我奶奶最想见的肯定是这个她最从小最疼爱的儿子，但我爸爸就是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呢，几天以后他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姐姐在医院看到他很生气，其实就对我爸爸有责备的言语，那我姐姐就走掉了。那我爸爸一进到病房里面看到我，我爸爸就把这个怒气就发泄在我的身上。就在那一天，我爸爸就咒诅我说，不得生育跟不得好死，不能进入到婚姻去，如果进入到婚姻里面也绝对是婚姻不幸福。我就知道我爸爸对我的仇恨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里面。那个时候被父亲这样的对待，奶奶又过世，你的心情应该是……我就觉得唯一爱我的就是我的奶奶了，当然还有一个热情如火的一个男友，但是男朋友对我来讲是有可能随时会离开的嘛。我的奶奶都会离开我的，何况男友，那也可能是会离开的。所以其实我对留在台湾是没什么留念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准备去美国念书，正准备要去考托福，但是就在我做足了一切的准备要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都没有考虑到男朋友的心情跟感受。你看一直摇头，哎，那个时候的你啊，是真的很努力，也很拼，表现也很好，然后又人定胜天的。可是其实你很不快乐，很不快乐，很黑暗，然后人生很没有意义。是。那在那个昆竹哥快要失去你的时候，是什么话改变了你，让你一整个可以转念呢？在那个时候，我竟然发现我不止像刚才说的那个胃出现了问题哦，我那时候连上班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上班，上班到一半会跑到休息室，躺在地上哦，在那里滚哦，你知道吗？我回到宿舍，我整个寝室里面没人，我痛到在地上打滚，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做的检查，就被怀疑可能有红斑性狼疮。在那一天，我在问我自己，如果我没有命了，那我未来我要去哪里？如果我真的没有生命了，那在所剩的年岁我要怎么过？我相信不是那些才能，也不是我赚多少钱存多少钱，也不是我要去拿几个 PhD 可以取代的。所以我那一天就去参加了，我邀请我的男朋友，我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参加一场聚会。发生什么事？那天神折服了我，在很多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过来为我祷告，
那一直到最后我折服，我把自己的口打开，我让我自己的骄傲放下来，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有你，请你来拜访我。当我说出了这个 please 之后，哎，我就听到有一个牧师，他跑到讲台上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今天你不要看上帝会在别人身上做什么事，你只要单单的看上帝今天晚上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哇，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听到了我人生的第三次雷响。哇，我就听到再一次听到雷轰的声音，哎，我就开始哭了。我说过我二十几年流不出眼泪，而且我身上的疾病，我说的胃病啊，痛了好多年的胃病，那个胃出血的状况，在那天晚上被神医治了，一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问题。那本来怀疑红斑性狼疮，然后再去做检查也都 OK 的，都没有什么事。而且很奇妙的，我的双眼本来视差差不多400度，在台湾如果男孩子是不用当兵的，视力残疾不用当兵的，但那天晚上神也医治了我两眼的视差都没有问题哦，我的视力非常的好。那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抑跟那种内心的压抑被诅咒的那些黑暗就很奇妙，我就说我那天晚上哭了几个小时，我的泪腺开始被启动，而且我听到的一句话，他说你是神所重价赎回的。哇，这句话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也起了很大的一个功效，我知道原来我是有价值的。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很多东西一点一滴的不同了。哇，那天在你身上有发生什么事吗，坤如？同样的那个时间，当我在祷告的时候，那我就开始感受到从神而来的一股暖流，把我那个小时候累积快三十年的那个恨，就好像一块大石头突然间咚就不见了。所以那一年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就说爸爸我爱你。就我爸爸说你很肉麻，男人讲什么我爱你。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恢复了神父亲跟孩子的心就得以通畅了，到最后竟然像亲兄弟一样，真的，很常常会搭着他的肩啊。那你们两个后来到澳洲去，好像跟这场特会也有点关系，是不是？是在1994年10月16号那一天之后，我真的遇见了神，跟他有了关系的。我就听到神呼召我，对我说话，要改变我人生的方向。他说你要去做外邦人的光，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听到了这样的呼召，这样的看到的这样的意象。后来呢，我毅然决然就把要拿去美国念书的钱呢，把在台湾所学的所有的一切的才能精力全部转移到澳洲墨尔本去，然后我们就到了澳洲墨尔本，在那里自费宣教。你跟他一起去？啊，对，我跟他一起去，你讲对了。我说，因为你说你为他，你热爱他，你为他祷告，他的呼召就是你的呼召。是是是，他的国就是我的国。结果你到那边去，你们开始展开工作，也很有趣的是，你又求婚了，对不对？对啊对啊，不抛弃不放弃。那次发生什么事？他就跟朋友们说，好不好，我们安排一个假期，你们陪我一起去度假吧。结果去到那里的第二天晚上，他又跟我求婚了。他跟我求婚了，我又告诉他同样的一句话，我说我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你不是说你能够等我吗？等到我心甘情愿，等到我 OK 的时候吗？但是他那一次他竟然生气了。他每一次之前200多次他都能够忍受的嘛，为什么他这次忍受不了，我也想不到。但是他总之他很生气的，所以回到墨尔本的时候，他就跟朋友们说我打算回台湾去了。我听了很惊讶，他为什么要回去？然后他就开始在拆衣橱，那拆完了以后，他又去打电话给旅行社订了机票，他就说他隔天拿的机票就要回去了。哇，那时候我突然间心里面我有种揪心的一种痛苦。那一天晚上我就跟神讲说，神啊，这一个晚上之后我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一个分歧，如果呢他一走，我跟神说，神啊，我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去接受另外一段感情了，我觉得我就单身来服侍你。然后祷告到清晨天亮了，我很失望，
我并没有听到上帝给我任何的感动，告诉我任何话。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对朋友哈，他们就跑来跟我说，素蜜好不好，我们陪你出去走一走。我就说不要，他说好啦，我叫 我老公哈，我们开车陪你出去兜兜风啦，我们怕困住，等一下出去的时候那种样子哈，我怕你心里难受。然后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讲出了我自己吓了一跳的一句话，我就跟他讲说，没有用的，就好像当初我的父母要抛弃我一样，我一点选择的能力都没有。哦，我讲的这句话，我突然间嚎啕大哭，然后整个坐都坐不住。我那时坐在椅子上，我坐都坐不住，我就整个人就倒到地上去了。我不晓哭了几个小时，从里面呢，真的是一直哭，嚎啕大哭，尖叫，嚎啕大哭。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到底在怕什么，原来我怕被抛弃。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我的父亲算是抛弃了我。我不能说我的妈妈抛弃我，但是我算是被我妈妈选择放弃了，因为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她也没有办法再待下去，她选择放弃了。所以在我里面有一种很强的被抛弃的感觉，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然后我就不出去了，我就在她的房间跟她聊了一会儿，然后聊了之后呢，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我就说可以的，我们就结婚吧。后来你跟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可以慢慢的冰释的？有一天我在祷告，也在看一个末世启示录的一个福音电影的时候，有个很强的感动，如果我的妈妈还没有信主，在她去世之前，那我舍不得他去到一个我不愿意他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一天晚上我在墨尔本的时间大概11点多的时候，我就打了电话，我主动打了第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然后刚好我妈妈自己接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头，我就叫了她第一次的，我第一次在我人生当中有记忆里面，第一次对我的母亲叫的妈妈，我就跟她讲了妈妈。我妈妈说，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可不可以再叫一次。然后其实我也很尴尬，叫不出来。然后她在电话那一头她就哭了，她就一直哭啊哭啊，等她哭到能够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她讲说，我就开始跟她传福音。那是我第一次跟我妈妈传福音，然后就在电话里面就带她祷告。从那一次以后，我就能够叫出妈妈两个字。后来爸爸是怎么信主的？有一天他就，我姐姐打电话说我爸爸在家里吐血昏迷了，送到加护病房去。然后第三天我就赶回台湾。赶回台湾，就赶到医院里面去。我爸爸见我面的第一时间点，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素蜜，他就流着眼泪跟我说，他说，素蜜，我的人生里面，我发现我信这啊，拜鬼啊，怎么样啦，撸白撸害嘛，他们都没有给我平安啊，我一直求他们给我平安，都没有给我平安，我发现你信的上帝才是真的，所以他就说，我要跟你一起来信你所信的这位上帝。所以呢，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在病床上就为他洗礼，然后也把家里历世历代的偶像，在同一天我们就拆了偶像了。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开始发觉，原来他是一个黑帮的打手，有时候他帮派打架之后呢，一两点就会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现在好空虚。我说，我也很空虚啊。然后呢，他说我可不可以约你出来谈谈？那我说可以啊，你只要不打我就好了。因为神所指示那个地是蒙福之地，主要也保守西利亚跟安德西。看着曾经带过的学生共结连理，蔡坤柱、许素蜜似乎想起了从前的自己，因着信仰，不但找回爱的能力，共筑甜美的家，
更成为爱的分享者。凡来到这里的异乡客，找到的不仅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找到他们心灵上永远的避风港。因为我刚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他们在蔡牧师家的聚餐，我吓一跳，从来没看到一家人要聚这么多，四五十个人在一起一块吃饭，然后而且这是常态哦，偶尔一次还算了，这是常态，常常的在他们家会出现几十个人在那边吃，那也会有要，虽然我们会每个人带一道菜啊怎么样，但是师母还是要大量的煮啊，那么多人，很多学生自己都不太会煮或者没有条件煮，然后还有这么多人走了以后洗碗啊，虽然年轻人也会洗，但是总还有一些善后的工作，还有洗马桶啊，吸地板啊，扫地啊，真的是很多很多，这而且是一个星期差不多有三四天都是这个样子。他常常真的是抱病哈，抱病在服侍，然后家里常常就是很多人嘛哈，很多人都会来，然后每个礼拜哈都要煮好多的食物哈给年轻人吃，所以我是看到他这样的一种为主的摆上哈，真的是为他感到就觉得说真的是虽然有这么大的苦难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苦难没有把他击倒，苦难却成就了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上帝很奇妙地医治了苏迷跟困住他们长期以来内心的一些伤痛，同时恢复了一些破碎的关系，而让他们的内心比别人坚韧几倍，然后再到了这个异乡去面对别人很多的需要还有别人的破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昆柱哥，你们在澳洲传福音其实人生地不熟，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对不对？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就开始成立家教会，在家里面聚会，我们就到巴士站啊，在 shopping center 啦，在各个地方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那我们就去传福音，然后呢传福音，因为华人都是吃饭嘛，吃饭驾崩从多，所以就要他们回来吃饭，要他们回来，甚至有些人他有问题啦，没有地方住啊，就跟我们一起打地铺啊，大概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可是你们那个时候又要念神学院嘛，对不对？然后又那又有很多很多人到你们家里面去路过，然后要吃要喝的，你们后来怎么办呢？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去支付啊？他就去当 cleaner， 他去到大楼里面哈，去当清洁工扫厕所，去赚生活费。那我在怀第一个孩子之前，那时候还有体力吗？我就去到人家家里面当 housekeeper， 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在家里在我们就台湾小吃。我们在台湾其实都不会煮也不会做的，去到那里啊，什么都学什么都做，我们做台湾小吃，做包子，做馒头，包水饺，什么馅饼啊，麻吉啦，哎，反正什么能做的都做，在那里时薪很少，然后小吃可以赚到钱吗？时薪可能才澳币三块四块这样子而已，所以赚的更真的是不够花啦，因为房租学费生活费都很高，而且我们开放家庭嘛，一个礼拜有时候一两百个人来家里吃饭。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你们服侍的对象是谁？刚开始服侍的对象是一些学生啊，因为我们一去的时候也是学生身份嘛，那在前几年我们就开始接触背包客。那为什么会接触学生或者接触背包客啊，甚至还有一些新移民家庭？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背包客而已，所以我对这个族群特别有负担，因为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所受的那个不稳定感，是对工作，对环境，甚至对语言，那我们也感同身受，所以神让我们之前忍受了许多的苦，或者经历许多的事情，原来都是要在禾场上面被使用出来，例如在肉场上面，常常是一种高温啊，所以或者说常常做一样的动作，所以他们手是会变形。又加上有时候有些是零是计件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伤害到啊，例如他在农场割，然后他那个腰会受伤，他们长期是蹲下来的。这我们本来想象中都是很好玩的事情，其实都当然他们玩的时候也很尽力，慢慢就还会产生一些。所以教会我们其实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设法律的顾问，免费给他们咨询，我们有医生也能够帮助，因为他们那里如果没保险根本不能生病。天哪，又要医疗又要法律，那后来说明你们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感谢神，教会因为开拓几年来了越来越好，但是很多方面我们还是凭着信心在做。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钱去付账单了，那打开信箱就有那个 money order 那个支票就进来了，刚好就是可以付账单的钱，没有钱付房租了，刚好在饭桌上就有人来了，就留下了一些钱，就是刚好就可以付房租的钱。然后家里没有食物吃的，然后就有人说他要搬家，可不可以？那因为要搬家怕食物坏掉，可能晚餐就没有东西吃了哦。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有人说要搬家，把食物全部搬来我们家，肉啊、鱼啊、蛋啊、青菜啊、面条啊、米什么都搬过来，整个冰箱又满了。哇你听说还有什么黑道大哥啊，是什么街头混混，连警察都会把人送到你们那去哦。有那个警察，那个事情是这样的，是因为有一个姊妹跟她的先生吵架，然后她就离家出走。那出走的时候，晚上就在街上走，然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要把他送回去，他说不要，送牧师家，所以那个很晚的睡觉都砰砰砰，那澳洲警察又很凶啊，砰砰砰，发生什么事了？后来警察说认不认识他，就把他送过来。那也有，我印象当中在我们服事的过程，有一个学生，他家境是不错的，那后来来到了墨尔本，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这个过程我们开始发觉，原来他是一个黑帮的打手。有时候他，帮派打架之后呢，一两点就会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现在好空虚。我说我也很空虚啊。然后呢，他说我可不可以约你出来谈谈？那我说可以啊，人家不打我就好了。这个辅导的过程。很艰辛，有时候到夜店，有时候到海边，然后呢，他心情不好了，感情不好，就会找我。那后来我劝他要金盆洗手，因为我跟他讲说这条路没办法，你家境在台湾也不错，又是独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愿意金盆洗手，那也愿意奋力读书，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所以这个路一路走过来，一个曾经是完全靠着自己然后建造自己的人，现在可以靠着一个曾经缺席的这个父亲的角色，天上的父亲，然后去供应别人。另外一个曾经做过陶艺的老师，我想在那个雕塑陶艺的过程中，你最了解那个要制造一个作品的那个辛苦。所以我想最后请两位来跟我们的观众说几句话，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感受好不好？感谢神啊，在我从小到大经历他的过程，我最深的体会是神要使用每一个人，神不单单会使用像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像一块泥土，然后被陶塑。我是一个烧陶的，我知道陶瓷呢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到最后它是金光灿灿的，那是价值的。那个陶匠拿着那个杯子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说那种喜悦感，他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独一无二，我也相信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是独一无二的。看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从小到大，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茧号一样，不断的在被茧。像一出生，爸爸就不在身边，后来妈妈不见了，然后呢，我的快乐的童年不见了，然后自尊不见了，骄傲不见了，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到最后奶奶不见了，我的健康也不见了。所以在认识神之前，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像一个茧号，我的出生就是不断的被扣，扣到27岁那一年，我觉得我的生命都要没了，被扣光了，剩零分了。但是我很感谢神，耶稣基督
它是一。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人生这个减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被加回来了，因为我有的一，我们常说上帝他是独一真神，他是一，这个一把我人生的减号完全变成了不一样的一个价值。有一个场景是一个父亲把孩子丢到空中，然后把他接住，然后就说，哎，你怕不怕？这个孩子说，我当然不怕。爸爸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会把我接住，因为你是我的爸爸。世上或许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但是天上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真的很奇妙哦，他真的知道他每一个儿女的需要。他在那个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他会去保护你，修补你，然后重建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与我们一直都同在，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惊慌。但是我们会失败，失败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父亲容许我们失败，因为让我们在失败当中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去接受他的带领，让我们从我们的弱点当中走出恢复，走出益处，走出美善，走出一个得胜跟全然的满足。你的人生如果也希望是一个加号的话，十字架就是个加号。谢谢。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徐淑敏师母她的见证我们看见了。哦，她经历了好多事情，吃了很多的苦，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看见了，在默默中主耶稣基督帮助她。我们也看见了她如何的协助我们的蔡牧师，是蔡牧师所做的事情，能够别人不做，他来做。在澳洲接待的是什么人？那些背包客，那些短途旅行的人，有问题的人，等等等等。我就觉得上帝的爱无所不在，也许我们不在意的擦肩而过的人，也许他身上有很多的痛苦，他有很多不能讲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我们的蔡师母，在蔡牧师蔡师母，他们进到了他们的中间，成为他们的朋友，接待他们的时候，不管短短的几天，他们的温暖，他们所给予他们的这种平安的感觉，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亲爱的朋友，耶稣爱我们，耶稣的爱无所不在。我们在今天在电视机前面也有很多的家庭，常常的在人家需要上我们给予他帮助，给予他接待。也许有的时候感觉到很累，哎呀，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管，你尽管做，若是对的事情，能够给人家温暖的事情，用正确的方法去爱对方的事情，上帝绝对支助你，绝对帮助你。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中间有许多的人只是忙碌，生活在忙碌中间，有很多不能讲出来的一种压力心情，或者希望解决的方式都不见得正确，但是我们却看见了，我们看见了蔡牧师蔡师母他们两位借着接待途经澳洲的人，不管他是学生，他是游客，他是短期的生活有问题的人，他都能够帮助他们。我也知道在电视机前面也有这样的家庭，求主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支援，让他们自己手上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因为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人苦闷无聊，心里的事不能讲出来的时候，借着
虽然陌生的家庭受到接待，可是把主的平安就赏赐给他们。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这些愿意接待人、愿意帮助人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都借的是各样的方式让人知道耶稣是爱，耶稣是爱的源头。上帝赐福你。